家，还有这个在空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大家，各位好朋友，有机缘的话，赶快去把你的饮食的内容赶快改变到健康吉祥的饮食，把你的衣着尽量的改变到健康吉祥的衣着，然后呢整合你的时间跟你的体力，来好好的参加心智跟灵性的课程，这个样子我们大家一起来达到吉祥光明的人生。透过一句选举的很普通的话语，最后面都会说，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呢？好好，祝福大家，谢谢谢谢龚医师。